在创世纪他是女人的后裔，在出埃及记他是月经的羔羊，在利未记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在民数记他是白日的云柱，夜间的火柱，在生命记他是我们的避难所，在约书亚记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，在士师记他是我们的士师，在路德记他是至亲的救赎者，在撒母耳记上下他是可信赖的先知，在列王记历代之上下他是掌权的王，在以斯拉记他是信实的文士，在尼希米记他是一切破碎的重建者，在以斯帖记他是我们的莫尼盖，在约伯记他是永活的救赎者，在诗篇他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在箴言传道书他是我们的智慧，在雅各书他是我们的良人，在以赛亚书他是受苦的救主，在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他是为我们流泪的先知，在以西结书他是那四个脸面的人子，在但以理书他是火窑中的神子，在何西阿书他是永恒不变的丈夫，在约珥书他用圣灵为我们施洗，在阿摩斯书他背负我们的重担，在厄巴迪亚书他是我们的拯救者，在约拿书他是我们伟大的宣教士，在弥迦书他是那脚中佳美的使者，在拿鸿书他为我们伸冤，在哈巴谷书他是那复兴的守望者，在西班牙书他是全能的拯救者，在哈该书他恢复我们失去的产业，在撒加利亚书他洗除罪恶与污秽的泉源，在马拉基书他是公义的日头，发出医治的大能，在马太福音他是弥赛亚，在马可福音他是奇妙的仆人，在路加福音他是人子，在约翰福音他是神子，在使徒行传他是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圣灵，在罗马书他使我们称义，在哥林多前后书他使我们成圣，在加拉太书他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救赎出来，在以弗所书他是基督，是那测不透的丰富，在腓立比书他是神，是我们的供应者，哥罗西书他是一切的元首，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他是快要再来的君王，提摩太前后书他是神与人中间的忠报，在提多书他是信实的牧者，腓立门书他是比兄弟更亲密的朋友，希伯来书他用血与我们立永约，在雅各书他是医治的主，彼得前后书他是大牧者，在约翰一二三书他就是爱，在犹大书他将带着千万圣者降临，在启示录教会啊，举目仰望，你的救赎主来了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